哦，我差点忘了换音乐，对吧？哎，不要急。还行吧，这个感觉。扁我，不要！扁我啊！不要！你看这就是很烦的地方，我不动手，对手就不肯动手。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，真的让我觉得这个套装很惹人厌。打我！不要！不要再跟我立回了！打我，傻逼！Oh my god！ 哇，然后这样就完全没办法获得暗影能量。你看他妈的，哦，有这种装智障哦！快中风了哎、欸！揍我！他妈的，甚至在那边跟在站在那前面看我是怎样？我要让他踢，我要掉半血一下去触发至圣意志。哎呦，这怎么杀的？哥，你冷静！你卡脸给他！很恐怖啊！他突然要把我给秒了，还好我先秒他的，有问题吧？这个，你他妈摔我打我，格挡一下可不可以啊？这就对了嘛？为什么你是黄超的？哇，你个假帝国军，我还不制裁你！不要着急，我们这边先来个陨星。那你们看所谓的群星摧毁的模样，哎、欸、靠腰，哦还是打到了，爽！七星粉碎的样子你见过了没？我没有在学，我没有在学瓦尔特，我在学另外一个理智律者。靠腰，完了，我的陨星被破坏了 ！Oh my god！ 再一次陨星，你不要再给我暴击喽！好，我们这边要一直给他揍，让他把我半血打掉，触发那个求胜意志。哎呦，你能不能打好一点？你是有困难是吧 ？OK， 求胜意志有了，没有死，秒了。What the fuck？ 没有触发到这个好战者的效果哎、欸，三小，敏捷兄弟，出去！哦，上岸赢，下岸赢，哇，撑不过我一整套啊！什么鬼？暴打哎、欸，真的是暴打、欸！双锤怎么可以这么强？看这新压锤，免责真的很舒服啊！免责是真的很舒服，我强调。来，再扁我一下，让我触发一下那些技能。好，哇，死了！暗影狂暴！哇！这什么伤害？蛇怪也就如此，区区蛇怪，还不快在沃尔苏斯的面前跪下！退下！狂暴，这波伤害啊，只能是起飞，好不好？来，暗影平衡触发一下，起飞。哪里错了吧？等一下，看我的局都做好了、欸。
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我这局布了有30年之久，他竟然没了，触发一下就好，就一下，啊？等一下，我们再玩一次。怎么又是你，贱货？你再给我一刀死看看，我弄死你！三头犬牛逼是吧？你他！你牛逼一下给我看看，你再给我叫一句啊！下去啦，垃圾！我不该踢出去的，可惜。哇，冲击！好像我很在乎一样哎、欸，好像伤害有点尴尬了。暴击哦，那就有点讨厌了。No， 看我在不在乎你的那个白痴的烟火炸弹。吊打、啊。什么伤害？不是、欸，伤害不足，要结束了，没办法存爱你了，各位，他妈剩一秒，我不开爱你形态，人没了，游戏又没了，哭啊！差点时间到了，欸、我应该选回血的，靠腰，别揍我，你他妈啊！哇！什么伤害，哥？你冷静。很奇怪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被这个夹到，我好像会死，我感觉我会死。我们要苟着，各位，不要畏惧，耻辱是不存在的，输家才。很奇怪，他妈的踢我头一下掉三分之二血量是三小，不是好像没有到三分之二，是一半。霸体，三小。你又想怎样？你妈啊！哇！我不管了啦！很危险，很危险！快点给我补血！图伊萨斯，这就尴尬了。我要用传统的打法来对付这家伙了。传统的打法，什么叫传统打有毒皮肤的打法？就是这个样子啊！这样子串血。哦，好。What the fuck？最保险的打法，也是他妈最无聊的打法，各位。如果你想要玩的好玩，我不建议用这个方式玩，因为真的很无聊。然后我快输了，因为时间要到了，不能再等了，这边一定要冲下去。再等要没了，时间也不足啊。可是敌对之地好像更常出现，就很讨厌。啊！我这次有暗影形态了，谁敢负我？你怎么这么肉？暗影狂暴做事啊！哇，他不是最……哇，怎么半血？很奇怪，你这个是……这是什么回血？很过去，不够怪，好，不怪。再下期，等一下，时间好像不太够哎、欸！你怎么这么肉啊，兄弟 ？Come on， 你别这么肉啊！这是什么啦？为什么、啊？这是我的问题吗？我受不了了！我跟你讲，我他妈，我现在要做一件很经典的事情，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情，氪金。不对，怎么可能是氪金？那种小儿科的事情，
小儿科的事情咱不做。等一下，他们好像应该没有吧？模组，因为每个人都会开模组啊，没有。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奇怪了，玩什么艾尔帝国局？有病吧 ？Shadow Legion 跟他的国王一起死一死，真的，这样不是快乐多了吗？你刚刚很凶是不是？反伤，反伤仔啊！刚很凶是不是？啊！哎呦，你很会开暗影能量是不是？你会暗影能量是不是？你也会开暗影形态是不是？你再开一次暗影能量试试看啊！哎呦，敌对之地耶，好恐怖哦！敌对之地，各位，很恐怖，很恐怖！哇，没死哎，你好强哦！傻逼东西！哎呦，听说你是洛斯菲拉图啊？你觉得自己很牛逼是不是？厉害了是吧？血去！闪忍弄蛇者，哼！你想碰到，你想碰到我，还等个20年？就凭你？听说你们是狼人呐、啊？我来教你什么叫做被老鹰狩猎的狼啊！哎呦，你很会回血是不是？刚刚？哎呦，我操！你想要怎么那么多？大哥，你不要这样对我吗？你想怎么死是不是啊？干你娘！你这放你妈的！干！蛇怪嘞！你也会回血是不是？被老鹰狩猎啊！滚吧你！其实刚刚拿狼首领打这个就很舒服了，就狼首领的输出打这个东西是够的。